李敏镐是韩国男演员、歌手、广告模特。2014年马年春晚，李敏镐与庾澄庆联袂演唱《情非得已》，让他在中国的人气暴涨。3月7日，李敏镐空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。李敏镐在到达国际机场闪现的5分钟内，现场局面一度混乱失控。其中一位女粉丝被挤破头，鲜血直流，机场国际到达门口的石质大花坛被推倒。天哪！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